喂，大哥吗？啊吼啊吼啊吼！大卫啊！二弟、三弟啊，我们好久没聚过了，今晚出来玩下啦。好啊。咱们三兄弟这阵子为了三国多仙的业务忙得不可开交，难得今天有空聚一下。今天一定要玩个痛快。对啊对啊，我每天打打机上上网就一天啦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。三弟，你竟然有时间打机上网，我每天只是整理好我这把亮丽的胡须已经够我受的了。哇，好闪啊。以前我为了我的事业而疏忽了他，弄到他经常打岔，没有关系。后来朋友介绍我用漂洁牌洗衣机，用了以后不擦水的，胡须有红色的，给我整个人的自信心又回来了。你们真好了，可以做自己的事情，我就惨了，每天被迫陪我夫人到处去 shopping， 不但自由没有了，而且钱包还到出血。嘿嘿，先在你们面前装穷，埋单的时候就可以顺水推舟了。大哥不用担心，你还有我们两个肝胆相照的兄弟嘛。来来来，干了这杯，我点一首男儿当自强，我们一起合唱。我也要唱。热血男儿们，比太阳更光。谁呀，先生，我们要打烊了，如果不再叫东西的话请先结账。好啊，多谢，27535元。什么？对我？我的钱都用来买了 PS2 和游戏光碟，猪肉蛋已经几个月没有生意了，可是我不给的话他们一定说我没义气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只是假装给钱，两位大哥看见是小弟给钱一定觉得没有面子，一定会争着帮我付。我最近才买了一批进口洗须机，根本就不够付账，不过我好歹也是三国的第一猛将，没钱买单的事传出去的话我哪有面子，还是装着付钱，大哥一定会把我给的。这么贵的单子我一定不会买，不过我好歹也是他们的大哥，埋单的时候不争一下，以后会给这两个家伙吓话。谁付钱呢？不会是没有钱吧？没钱就让你知道我这个2003年度健美先生的厉害吧。我们三兄弟是三国多仙的扎飞人，几万块的单子根本就是小意思啊。来，两位大哥，今天由我来做东。好好，三弟，你职位最低，还是让二哥来。等等，两位小弟，我是你们大哥兼三国多仙的 CEO， 一定要让我请。 OK， 让我来。 OK， 你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到底谁给啊，三个人加起来都有100岁啦，还在玩，不如我给了。好啊，你说的，谢谢啊。